同款车型买小排量增压还是混合动力？前几年小排量增压发动机说自己是节油神器，一不小心就成了市场主流，这几年的混合动力在省油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省油重要，但是省钱更重要，两种动力哪种更值得买？我们今天就来算一下。怎么算？无论是 A 级车、 B 级车还是 SUV， 混合动力车型总是要比配置相近的兄弟车型贵一点，但是油耗也普遍低一些，而且路况越堵差距越大。假定油价不变，那他们在公路上飞驰一段里程后，混合动力车型的总开销早晚有一天会低于小排量增压车型，只是时间会很长。由此可见，开得越久，行驶总里程越远，混合动力车型的成本优势就越明显。但是车型不同，临近里程也不太一样。此外，油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。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开车代步的上班族，大概要好几年才能回本，而且回本后还要考虑混合动力车型的二手保值问题。如果你买车大多都是跑高速自驾游，这个时间就更加遥遥无期了。当然，有人追求安静的驾驶感受，那混合动力车型肯定更合适。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仅仅是为了节省用车成本，混合动力车型的优势其实并不大。